请妈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这音剧团的话，都还蛮顺利的。现在也还在做演出。我们以后应该就差不多固定位在剧团，就是做戏了。强尼强纳森他的原始的前身就是玛丽马莲，那玛丽马莲算是天启元晚期的巅峰代表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之后呢，会有一些人就慢慢想说，哎，这是真的是一个事实啊，他死掉就是死掉，他不可能怎么样。那也许从他开始死掉以后，他们那些人会想说，我们应该也要做一些事情，他就会拿田曲那些戏来演。你该说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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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想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实行的一个方向，我也很鼓励团员这样子做。那一开始他们当然会恐惧啊，因为他们怕被批评比田权烂。可是有一个团员说得好，田权就是比我天才，我当然比他烂，可是我有我的程度这样子。那对你导演来讲，会不会承受过去玛丽马琳的压力？压力是不太会。那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做这出戏非常轻松哎。
田犬的视觉上比较简单，它让你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下去承受强烈的情绪刺激。可是秦家园除了让你承受强烈的情绪刺激，还承受强烈的视觉刺激。那我觉得它其实更丰富，它把田启源原来的剧作的内容加了很多东西进去，然后在诠释，比如说在诠释某一段对话的时候，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想法，这样，那我觉得这是很可喜的，很可喜的一种创造力。他没有受到那个包袱影响。Time is tired。民国7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有大专院校话剧比赛，我是一个大学生，我大三。那我认识很多，我因为大专院校话剧比赛认识很多各个学校优秀话剧社同学，田犬就是其中一个。他那时候连续得到大专杯话剧比赛导演奖，连续2年第一名。那在我们那个时候，他这样子的人物是很出风头的，所以我们的朋友就千方百计要认识他，希望能够跟他合作。这就是一个过程，这样。那我们很顺利的志同道合，然后就谈好要组一个剧团，就演了《毛诗》这出戏。孔子不放屁的吗？孔子真的不放屁？难道孔子真的不放屁？他有吃过东西就一定会放过屁？小剧场已经开始了一阵子，包括环旭跟何卓安都在我们之前，他们已经引起了一阵骚动。那我们算是末期的，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小剧场算是比较晚出来的，而且我们的气质跟他们也不太一样。像我所知道的其他一些剧团，他们有一些是在学校做文艺社，或者是他们本身就有参与一些所谓学校学生运动之类的，那其实我们都没有。我们临界点的团员其实一开始就，我们只是认为我们喜欢剧场，然后我们想演戏，只是不晓得碰到临界，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田犬的威力，它可以这样子。那其实都是出于一股热情而已，也可以说我们是莫名其妙的被田犬带入一种漩涡里面而不自觉。孔子说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又说食色性也。这个男女都授受不亲，那这食色的色嘛，怎么样呢？恐怕不是色哦。从毛诗开始呢，就说颠覆假是代表了小剧场运动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风格的话，那么这个风格基本上是以田启源呢可以作为代表，啊，那这种颠覆里面呢，它不只是一种泛泛的对这个对一种生活秩序啦，啊，对或一种公共领域啦，啊的一些事情提出一些批判，它是直接就是逾越了这些呢，直接对比方说国家体制啊，比方说直接对儒家啊，对儒家思想。他对那个就是说比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呢，他其实上是蛮有一种观念的呈现，蛮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。